公关的话，我会被鬼。市场到了吗？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市政总质询。接着由我们陈秋平议员做市政总质询，时间50分钟。陈议员，请。大家好，今天是由本席第二届第四期定期大会市政总质询。下一页。延航国中拍板定案，在此我要感谢市长跟相关市府单位你们的努力，你们的打拼因为呢，我今麦要讲吼，这个过程加历程因为呢，组合并第一次第一届的总质询，本席就提出讲设立延航国中伊的重要性甲迫切性，所以呢，伫第二次的定期大会市长。你也允诺答应了设立延航国中，你这个上岸这个行政程序吼，你行拢非常的顺遂吼等到104年3月，一直呢，甲八月吼，会当讲这个期间就是拍案定拍案这个定案吼，拍板定案，这个时间吼，会当讲是吼有一个应该是讲障碍啦吼。这个障碍，我相信呢，就是我们土政小组有委员哈，甚公不同意也有所质疑了哈，担心呢，在市长跟我们相关单位的努力不懈之下哈，终于把这个案哈也通过了哈，这也当公非常的用心啊，我知影讲我会记得讲今年的七月。我们的土政小组委员应该我哪记得不唔对，是六个有来到咱台南做现刊当时候本席也跟我们当地延航地区的四个里长，以及我们家长会民众有到达现场去做说明说明我们整个预期的效益加土地开发咱延航公就设立这个效应所以呢嘛得到稍微我看出来应该是委员吼，拢无啥无同意吼，诶意味加意见啦吼。那我现在也把重申我当时候的效益我再次也讲一下哈。市长。这个每一次在延航国中的设立我都会讲得比较清楚，但是我今天稍微说一下哈，南京嘛预期的效益就是在那个学童就学交通安全的问题上也解决了，也解决永康国中这个供需比的不足这个也解决了。那么在第二点，我们永康大排两侧的志宏祠这个问题也解决还有就是。我们的永安路拓宽建构完善的交通网这个部分也解决，还有就是在我们延航地区也有这个绿地公园来诞生还有几点就是呢永康大排得以整治啦这也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市长跟我们的团队一直在那个治水上面的努力啦还有就是我们的可以结合史博馆我们的那个延伸道路的延伸，结合周边相关资源，更能带动地方的发展你这几点我相信呢市长做了很大的努力了下一页。但是你这个当中有一些反土政小组啦东西这案还没过，反土政小组有人对市长呢有所。不认同啦有所打压啦但是呢我行为是提案人甲警处人所以呢我感觉我直接嘛爱替市长你讲话啦所以我也亲上线上跟那一位环土真人士也是一位教授我就把当时候要设立延航国中的需求以及迫切性跟整个预期的效益我都有跟他讲但是应该是也是有得到他认同他没再继续在打压了所以呢
市长秋平嘛，甲你同款，做伙努力，做伙打拼啦吼。是这件重大建设会当完成，咱先恭喜地方啦，啊嘛恭喜乡亲，啊当然嘛爱恭喜陈秋平议员吼。伊盐行这个所在要开辟一个新的国中，啊，同时解决交通、治水、吼、哦，啊，加文化建设。即坦白讲，即人生有即款的机会真难得啦，吼、哦。啊，当议员会当完成，我相信除了讲对支持你的市民无辜负之外，我嘛对你从政过程当中嘛一定有一个真有意义的代志。谢谢。另外，我也要感谢阮那个市府的团队，包括地震局、都发局，还有相关的局处。坦白讲，现在要通过一个土地征收，然后做都市计划变更，都好像去剥皮一样了。差不多比那个少林寺十八铜人阵，吼，十八铜人阵都还要困难。嘿吼，嘿，差不多每一个委员拢有家己的意见。啊，常常拢超过法律的要求，啊，所以真辛苦吼。啊，不过为了这个代志，咱无放弃，好，感谢党议员的支持。啊，我直接嘛感谢岳俊荣部长哈，为了这个事情，我特别率领我们市府的团队到内政部去说明，啊，这个重大建设对台南是何等的重要。啊、也感谢他了哈，叶部长的支持。是，谢谢市长跟所有相关的事务团队哈，因为呢遇到瓶颈，这当我来哈，你们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案子哦，大家一起在努力啦哈。啊，我一再讲，市长，百姓的笑容都是咱努力的目标。我相信现在盐行国中已经拍板定案，所有的盐行地区的民众，不管是学童也好，家长也好，做阿公阿嬷也好，大家都非常欢喜，非常欢迎，所以呢，他们也有话要跟你说。那我们看一下影片。盐行国中设立成功，那非常感谢赖市长和陈秋平议员的大力支持。盐行国中顺利通过，感谢赖市长及陈秋平议员的大力帮忙。咱国中通过啊，感谢咱市票甲咱市民。非常感谢咱市票甲咱陈议员哦，啊，予咱盐行国中来通过，予咱遮以后的主题啊，会当安尼就近就来就学。啊，真感谢咱大市长甲陈秋平议员哦，感谢谢谢啦。盐行国中已经通过，咱感谢大市长跟迄个陈秋平议员的努力打拼，耶、yeah ！盐行国中通过啊，感谢大市长、陈秋平议员，多谢恁的帮忙，谢谢。国中拍板定案，感谢赖市长及市府团队和陈秋平议员的努力，谢谢。国中拍板定案，我们感谢赖市长及市府团队，还有陈秋平议员的努力，赞！盐行国中设立通过，感谢赖市长跟秋平议员的帮忙，谢谢。盐行国中通过，感谢大市长甲陈秋平议员。市长有看到他们的笑容非常喜悦，非常幸福哈。阿里家哥再一度给您做感谢，已经呢，咱的市府团队给您做感谢，因为呢啊，因为你有首肯，咱这个案才会当通过哈。啊，这个是你努力哈，跟所有团队努力啊，所有的结果了哈。阿里家给您做一个感谢。那么，我还在说内政部的一小步哈，是咱大台南买。向啊，一大步吼，这个向前的一大步啦吼。啊，而且呢，我嘛搁再一次恭喜啦吼。有，现在我们的盐行国中啊及附近地区区段征收一案啦吼。那我想请教我们的地震局吼，洪局长。洪局长，在一位车里吼拍板定案，我搁带你讨迄个期程表。
哦，后续我们整个行政作业还是讲好工程要走这个期程表哦，按、啊、你看一下，我是希望你给我的期程表哈、哦嗯，我们不要再延宕了哈、哦，因为好不容易这个案子哈、哦、已经在我们内政部通过了，我也希望讲好你加紧脚步啊，快点哈、哦，快马加鞭啦哈、哦，你有看吗哈、哦？来第六点。哦，我要就第六点，搁跟你做一个探讨啦，哈、哦，就是现在我们要开发的这个区块，它地势比较低洼，哦，按咱来办理这个哈填土工程嘛，哈、哦，这个填土工程，我伫家嘛要拜托市长，是不是呢？那优先哈、哦，我们那个教育哈、哦，我们的文中用地这一块，哦，咱银行搁中级的先做一个探讨。可以呢，会我会当吼较紧交予咱吼教育局哦，在办理新建工程这个部分吼，会当交咱开发案哦，做伙同齐行，做伙开发，做伙开工，甚至呢，在110年做伙哦完做竣工啦吼，做伙完工哦，咁这点咁做会到？我甲议员报告吼，当然，延安国中现在通过的是。区段征收范围跟底下地比例啦，哈。对。过来，我另外个办理协议架构公听会，再把计划书再报内政部一次。我知道。啊，当时第二次报的时候，应该会比第一次还快，意见比不会那么多了啦，哈。对，还快。头过新的应该会过啦，哈。啊，过来就是讲吼，工程的部分，我即马嘛想要做伙咧发包，哦，就是马上发，不用等计划书通过我们才发包。嗯、啊，发包之后，我们原则上。因为这个地方要填土嘛，我们原则上设计基本设计到基本设计到细部设计，差不多要十个月左右啦，吼。啊，当然工程发包有可能加明年底也是后年初啦，吼。啊，我有甲教育局吼先协商，就是说，我一开始囤土吼，因为这拢拢爱囤110万方啦，吼。我一开始囤土就是针对。沿海国中那一块地，先把它填到，就是说依据的高层，让教育局那边的学校可以去施工，哈、哦，就是可能在后年2017年的第二季或是第三季，我们把土地交给教育局去做学校的新建。那、啊、我们其他工程再继续施工。好，那就是大致上在2017年年初或年中嘛。吼、哦，都会当填土，这个工程会当完成嘛？吼，就可以正式填到迄个学校迄地会当完成。对，学校那一块，其他关个好，再继续填嘛？哈，可以那个优先处理嘛？哈，那我想请教一下教育局长，如果在107年哦交给你的话，把这个区块都交给你的话，在新建校舍这个部分，你准备好了没有？哎，谢谢议员哦，一直对银行国中这个部分呢非常的关心哦。那我们也是跟地政局这边协调哈、哦，原则上它大概是107年中可以把这个校地的部分呢移交给我们哈、哦，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在做这个设计规划的这个部分哈、哦。那预计在明年106年呢，我们会完成这个细部的设计规划，好、哦，那就可以来做后续的这个工程的进行。好。那就麻烦你们了哈，谢谢。其实哈，这个案，安尼规定哈，差不多我们那个期程跟那个竣工的时间都差不多，都已经出来了啦哈，就是110年。不过呢，我有感觉较遗憾哦，因为呢，第一届第一次市长你就答应了哈，啊，大家拢做伙努力，做伙打拼，一定呢啊，我嘛做五万工哈，这间学校建造好势。哦，还是在你任内啦哈，啊，叫你安尼个看起来哈，好像没有办法在你任内啦哈，但是呢，我李家嘛要给你做一个啊邀请啦哈，不管你当时的那个身处何处啦哈，啊，是你做官也好，哦，是一家是呢哈，啊，我们哈再更上一层楼啦哈，还是别的县市当市长啦哈，啊，我拢唔瞒讲吼，你会当回来参与到吼。啊，咱嘞吼，这个啊，启用典礼，哦，是不是请市长做一个回忆？好，迄、那个再次感谢陈秋平议员吼，啊，同时我也要求迄个教育局陈局长吼，啊，赶紧来设计，啊，千万唔通搁冻住伫个兴建的过程当中，哈、嗯，
啊，看有法度伫个即个动工未？伫个我的任内动工呢、啊？哦，看看有没有办法拼拼看。现在哈、哦，绝对是有。即摆就是讲，我请教局、地震局、都发局吼、哦、相关的局处去搭合看卖。伫、即个时间上，看有法度拼107年12月25号以前动土。好，谢谢、啊，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哈。我们共襄盛举。我们先设定、啊、初步啦哈，先往这个目标哈、啊、来计划、嗯。啊，至于未来这个学校哈、啊、开始使用了哈，我当然我真希望啊，我有机会会当来参加哦、啊，所以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咱到底来恭喜这件好代志。好，这个吼有山盟海誓啦吼，原来市长，你的意思听吼，有你有答应了吼，我希望说吼，我们可以共襄盛举吼，因为这都是拢是你吼啊努力安尼拍拼啊为台南市吼你所做的，当然我是唔盲讲吼，会当吼共享啦吼，共享这个成果吼，谢谢。是。好，我们现在 看一下泡泡云哈，这个永大路二段哈，啊，跟国光五街就是我们维冠大楼哦，维冠大楼现在呢已经哈是成为一个广场，但是我李家马贝哥哥、启丢你做这干啥？还有我们所有的啊事务团队哈，对的啊，维冠的受灾户哈，你们也处理的差不多，非常的圆满哈。啊，今麦个村落哎哈，小部分哦，这个小部分呢哈，我今麦哈啊，马干市长啊，要做几来探讨了哈。在未来我们这个广场，我希望能活化它哦，用时间去淡忘哦，这个回忆，这个伤痛哦，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然后现在留下来的重建户有31.64%，就是40户，他们的面积，他们要重建的面积有155坪哈、哦。我们都发局，我们吴局长是不是大致上就是155坪？目前剩下的要希望重建的土地是哦，那么他们要重建哈，因为伊拢是外行的嘛。哦，啊，外行的一定足侪需要着讲吼，咱家哦到协助的工课。啊，我嘛唔忙讲吼，伫未来是毋是呢？啊，因即个吼结果哦，就是要起的结果吼、哦，咱再陆续吼、哦、整个啊行政作业啦，这建筑思维都也好啦，是真是呢后盖一寡吼干工的部分吼、哦，除了是建筑师的部分，你来去处理。我们是不是哦，在他们有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协助他啦哈。今、哦、麦我是怎样了解讲，因重建户因要起的吼、哦、啊是地上稳吼、哦，结果是12楼，地下室停车场2楼嘛哈、哦、啊，但是呢，因为他们的户地不够大，他们的总面积只有155坪，可能要设计迄个吼、哦、落地下道迄个坡道有比较陡。所以目前哈，他们的设计哈有采用机械式哈升降梯嘛哈，机械式升降梯也是机械嘛，啊机械它会老旧，它会故障，哦，所以呢，他们哈现在也很担心，是不是呢？啊，这个以后的安全它会危及到啦，哦，所以因大家拢足烦恼，我是不是呢？就这个角度。哦，那么是会当改，看是不是会当改做协助了哈，市长。哦，这个部分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嘛，最希望讲较安全性诶，都、就是吼、哦、有坡道可以直接下他们的地下停车场。所以我也跟议员先做个说明了哈、嗯，就是讲，伊这个155坪，照理讲伊的法定停车位哈、哦、是21个啦哈、哦。嗯。所以目前啦，照伊的基地去设计地下3站，用机械式的哈。哦伊是一定有够，嗯，啊，当然，即马住户的感受，当然，伊一个像头阿二做感受讲啊，迄机械，敢会以后久会有问题啦，吼、嗯，啊，第二就是讲，即、這个，哪有21个停车位，伊嘛有可能会感觉无够，嗯，但即过程中，阮是拢尽量希望伊是先住安尼落去设计的时阵，伊会当先去了解讲，我安尼成本是偌济，因为。当然，人咧讲一个需求的时阵吼，拢会感觉我有需要。但是上大的问，往往上大重建上大的问题，等到迄个成本算出来的时阵，才发现讲啊，原来我需要较大片地，我要起较快的时阵，
我迄成本是搁较悬。会，这个部分吼，我会去跟他们讲。实际上是讲，我会希望是讲建筑师好啊，堪咪探讨，把每一种状况的成本都模拟出来给他看。是，大家要有一个共识，等于讲今仔日要画的时阵真好画，但是等到要出钱的时阵，是虽然得个无同款的可能，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你到尾啊，迄个。都市更新，伊强调的讲，不要迄个权力变换，计划书你爱送的出来，送的出来的时阵，就是每一个组合拢爱同意啊。是，所以阮是一直较甲顾虑是讲，你唔通一开始拢呾想要需求，结果没有想到后面的时候，前面做得很顺，你到最后这一个关卡的时候，会，我会建议他们吼 来做试算啦吼，像给丢你建议安呢，他们试算看看啊，他们的成本也算一下哦。啊，即马我有一个重点吼，我嘛该特别吼提出来讲吼，他们有讲说，如果哦他们有用到哦，会不会用较济？哦，这个护地因为无够嘛，太陡了，要下去的坡道太陡，因无法度通走。如果呢啊，因若承购，因要用承购诶。哦，一挂土地哦，来好因呢，要做迄、那个吼，落、哦、去地下道吼，迄、哦那个车道有够通好用，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应当来做个协助啦吼。啊，像局长头先你讲的吼、哦，我也会建议他们吼、哦，每个哦情况下吼、哦，你建筑物无同，结果无同哦，算出来造价就不一样嘛吼、哦。他们大致上就是请建筑师先试算一下哦，这试算出来都大家可以负担得起。哦，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原则上，它只要用到更多的土地哈，即便你是做非机械式的，你的总成本跟平均单价还是提高的。是，这点是因爱家己去考虑。我即卖目前较烦恼是因足侪拢无考虑的这件代志。一厢情愿要爱大的时阵。很可能会到最后。那总归一句话，如果需要我们市政府来协助，我们愿意伸出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温暖的手。会再来评估他的真实的需求。这点我要做拜托一下。那个，陈议员我简单说明了哈。那维冠大楼的住户，他们重新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这是社会最关心的啦。啊，咱台南市政府吼，面对这栋大楼所有的住户，是采取两轨方式来帮助他们，就是讲要离开的人，咱帮忙伊离开；要重建，帮忙伊重建。那要离开的人呢？伊的厝啊，伊的厝的介绍倒，虽然是已经倒去，啊嘛拢清掉去啊。但是咱是根据议会通过征收的办法，算补助款予伊啦。是，市长，这个我清楚。啊，土地呢？吼、哦，土地吼、哦，咱差不多以两倍介绍甲买，啊，予伊离开，这差不多三分之二啦。啊，三分之二的住户已经离开，啊，有的嘛已经开始买厝新的生活。那咱即摆你关心的是这三分之，吼，咱必须要了解。第一，伊的厝壳，吼，咱嘛以征收的办法算补助款予伊啊。哦，咱坦白讲，伊未来要安怎起，就道理上伊家己爱负责啊。哦，因为伊土地无变。有啦，市长，这个那个道理，我相信他们也清楚。等于话，因为你关心这件代志吼，啊，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甲你报告以外，嘛，好，咱台南市民会当了解，啊，因为市民足关心嘛，啊，咱做什么代志，拢第一就是爱合理，啊，合理还要公平公正，对，哎，要符合公益性。是，他拄啊，我局长讲一个真重要的观念，就是讲，你即摆到底你希望的，啊，比如讲你。根据原来住户，唔是每一户拢有停车位呢。原来一栋大楼，伊唔是每一户拢有停车位哦。你即摆要求停车位，啊，这嘛无要紧啊。本来你155平，三楼都会动嘛。啊，你即摆讲不爱创三楼，你要起二楼，地下二楼都好。啊，你也不爱机械式，那你这个成本都会增加哦。未来你若阁起较大间。那你爱你家己爱先去估算讲，你原来你安尼爱付出偌济？市长，那个哈造价增加出来，我相信哈。我甲话讲个煞，我讲市政府在经济，你所有的需求合理，家己帮忙，因为你原来的财产已经家己补助啊嘛。你要定变要起新的，你要起偌大，起偌好，你要哪设计，这拢尊重你的意思。市政府合理，符合社会公益，家己帮忙。但你千万唔通讲吼，我干那拍算一户要出偌济尔，哦，比如讲百六万也好，200万也好，啊，其他拢都爱
先款给你补助较高，我想这社会认为安尼是不有啦，市长，我相信做什么哈、哦？今天如果以本席来争取啦哈、哦，我嘛是感觉讲哈，迄、那个公平性，哎，哦，可受公益。是啊，哈、哦，这些拢爱做家非常周全，所以我怎样讲，我知道我讲什么，我要争取什么，我是希望讲、嗯，如果伊那是讲吼，大家要提钱出来，要承购在一些土地，他们可以啊，一旦讲吼帮展英吼要做坡道，地下室的坡道，安尼我们也是可以考量看看，这一旦来讨论，哈、哦。哦，就是大家可以讨论、哦。有啦，你讲的道理我都懂啦，我不会哈、哦。对，系啊，我袂讲。我知影议员你了解，我主要是要讲我咱台南市民了解即摆代志的进度啦。好，因为因拢足关心嘛。是。社会善款是要帮忙咱市政府，好、哦、去救急，哦救难呐、啊。嗯。第二就是讲，会当恢复伊基本的生活。咱即摆已经比921的所做的搁较好啊！咱恢复伊基本的财产，厝咱嘛拢甲算啊。是。咱即摆若讲吼，善款补助伊到超过伊原来财产，即社会认为讲，安尼咱无善尽管理人的责任。是。好、哦，我想咱必须爱安尼讲哈。是。多谢。Okay. 好，谢谢市长。哦，公平公正这个部分哈、哦，必须我们都要做到了哈。不管是做什么代志，哦，不管是今仔是做善事，或者是讲啊，咱救灾这类部分，或者是哈啊，任何事情啦、啊，都要有公平心啦、啊、哈。这个非常啊清楚了哈。来下一页，现在我们看到哈、哦，这个水沟盖，哦，我相信呢，大家呢。拢认识到水沟盖了哈，应该是无一个唔知，除非是幼儿啦哈。来，我想请教我们的公务局苏局长，局长，你看到这个水沟盖，你的感觉怎么样？应该是最好是看起来是有两个了哈，两个合在一起哈。那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侧沟太宽还是怎样？原则上应该是好。那我帮你介绍一下，其实这四款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坐落的位置是不一样哦。你看，看这东西离哈最高要定嘛，好、哦，在水沟上面嘛，哦，但是家较无同，家是离咱的哈道路顶管，哦，这个是在我们道路。然后一般我在周遭哈，我所去的，就是有几这几种的。这个阿寡，感谢安呢？是，大概有一些位置哈，可能是沟渠的位置的。对，还是那个位置不太一样了哈。啊，但是这形式你嘛是看一下啦哈。大致上我们台南市都是这几种形式嘛，感谢安呢？哦，下一页，好，水沟盖暗藏危机。好，我们看一下哈，它的尺寸。它的尺寸哈，起码哈，你看这个哈，这个形态哦哈，它的宽是三公分，长是15公分，哈，下一页。我为什么说它暗藏危机了哈？那我也请哈，我们现在在场的哈各位啊长官们啊，你们看看哈，这个影片有什么的玄机？OK， 有没有看到？局长，你这样有没有看到？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我们再看一次。我有聚焦哈，有看到不？有，大概是抛物线的物件嘛，哈，有一个抛物线的物件嘛。有，那有看到哈，大概。哦。对。敢要再看一下？不用，我看到。不用了哈，那是骑脚踏车，哦，然后哈，你注意看，它行经这边是道路，哦，你看，抛物线摔下去了，哦，为什么抛物线摔下去？伊就是到着咱哈道路顶管的高压管，哦，所以那个轮子是卡在那边，卡在高压管，伊就抛物线下滑倒，哦，都要摔落去啊，已经抛出去了。
哦，都甩出去了，人都甩出去了。好，下一页。哦，我所以设计不良的水沟盖，施工的无知，就是肇事元凶啦。哈，下一页。哇，你给看哈，这个是受害者，哦，已经哈面目全非啊啦。哈，下一页。你看这边哈，挺过了十针，喙齿嘛拢断去哈，这个整个都撕裂了。哦，会当讲非常的严重哈，这整个都毁容了。哦。这查甫的嘛袂使安尼，任何人拢袂使安尼吼。安若迄落啥，若做孕啊，可能哦，有可能一世人吼嫁袂出去哦。咱迄落啥，咱市政府爱共饲吼。来下一页，我头拄仔讲诶，设计不良水沟盖吼的水沟盖施工的无知啦吼。现在本席要做要求啦吼，我要要求哦，他拄仔看到哦，他的直线同线的吼，迄旧有的甲我挂。就是有潜在的危机嘛，哦，他都已经拢发生啊嘛，哈，要求我们公务局在啊，这个最高搞全面体检道路上的水沟盖，安尼好不？我想水沟盖我们是要求规格化、标准化，那对旧的方面，我想我们还是。尽早来改善。好啦，那我是讲说有危险性，就它都还有危险性啦、啊。哦，你是不是总体检一下？好，那有一些大概是水沟侧沟做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它位置对啦，位置不一样啦。但是你要体检说，盖哈，我们应该是给它规格化。那个水沟啊，挂伊就是有安尼影响嘛，哈啊，当然的，伊个啥，伊个水沟啊，顶管是无可能脚踏车去骑，去给压过去嘛，哈啊，伫道路上哎。哦，你一定拢爱一个总体检出来。好的，对于旧的话，但是我嘛要阁甲你讲一句话，既然够有危险嘛，既然够有危险嘛，是毋是？咱伫狗仔顶的狗仔挂有危险的，拢换掉。我们会赶快把它改善。好、哦欸，啊，要朝着这个目标哈、哦、去做了哈、哦。啊，阁有就是呢，那个哈、哦、有水沟盖的方向，就是我头拄仔讲的。钢筋上无跟直线的，安尼都有危险性啊！像大多我你讲的吼，直线你甲看，这个有直线，吼、哦，有直线，你那是坑安尼，黑都有危险性啊！哦，还有水沟盖的两侧有没有这个焊条？你有焊条，它的间隔就比较小，黑都较无危险性。哦，我是希望说我们能做到啦哈，因为单单是水沟盖，听起来拢足简单呢，其实迄是足简单呢。哦，你嘛袂想讲它是元凶啊，哦，因为都是坑里头咯，哦，啊，佮特别迄个水沟啊挂，较旧式啊，哦，有较危险，因为它的间隔、宽度、长度都比较大。哦，我是希望我们能做好这个区块，让骑单车主能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安尼好不好？好的，这个规格我们大概会跟他统一。那就麻烦你阿哥，就这个个案，我马上要清稿，他能不能申请国赔？哦，依这个个案，我们依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款，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欠缺，导致人民生命、身体、财产受损害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还有我们第九条第二款，哦。一第三条第一项请求损害赔偿者，以该公共设施之设置或管理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你能协助他在国赔这个方面来申请吗？国赔他有一定的制度，有不？有他有一定的制度，啊，伊是因为咱的迄落狗仔挂哦。来迄个啥？来受伤、受这重的伤，是不是能协助他申请？这个规定的明确，就是公共设施假如有一些管理不当、哦、有欠缺的话，那可以依照这个国别的他的这个、哦、你可以那个嘛、哦、去处理，可以协助他嘛哈、哦。当然，那是会当先求到哈、哦，这个国赔还是上该好了。他在医疗费上哦，整个哦，无我跟你讲，伊今仔下岗咧提过了十针，他后续还要那个哦植皮的啦，还要哦磨皮的啦，还要剩美容的部分，可能爱开加侪钱。这位市民这个跌倒哈、哦，看起来真的蛮令人不舍的。这个我会请公务局或是法制处、哦、来研究看提供怎么样的协助、啊、
好，谢谢。所以说那个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也会暗藏很多的玄机了哈。现在我要讲的是永康中山南路到台一线的车车道，市长，这是你较早伫竞选捌吼提起的哦，嘛是本身你外竞选有提起的哈，都是我们政见我们所要努力去落实的啦哈。但是我嘛非常吼。感觉对你非常的钦佩啦吼，因为呢，你讲出来话，你都有一一的落实哦，这点是值得啊，我给你肯定的吼啊，也是我们吼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努力来做的啦哦。今麦我要讲吼，大概做起来报告，这一张是接在这一张的后面哦，这里是中山南中山南路，中山南路沿着啊，我们自强街口，陈议员，我们是不是用这一边？是这样，市长才看得到这一边。好，好，那请麦克风，拿麦克风给陈议员。市长，这边是中山南路哈，因为这边已经有车车道了哈，啊，得做到家啊，未来应该是哈，这经费你只能当前都清楚到了嘛哈，所以都已经规划好了哈，现在只剩下在高工局，因为我们所用到的腹地哈。高育财产局的土地，甲高工局它的边坡吼，差不多98%。私人土地只有2%，所以呢，取得的用地会当讲吼较简单，所以这个吼工程指日吼可待啦吼，应该是明年就会当吼动工啊啦吼。今麦我要甲你探讨的，就是讲交通问题。这个交通问题吼，因为吼中山南路我们还是有。衔接啦哈，衔接车车道一直到我们自强路，我先要这么说了，一节一节讲啦哈。这里主攻罗家哦，你有看到不？这是高速公路，这边自强路黑龙江 A 波旗下嘛，它12米加8米，这边是连接那个炮校哦，所以呢，未来将来开通哦，势必这边交通也会打结，因为这里有一个零星工业区。哦，来下一页。我们刚才是哈自强路，现在自强路一直往北了哈，你家接家爱迪家哈，中正路口，中正路口。现在我们第一期就是哈在中正路口嘛。哦，来我要给市长，我要给我们交通局长，哦，我也要跟你哈叮咛一下，在这个路口出来，哦，不管是往右也好了，往左也好了哈。这条路是12米呀，势必我们这边开通的话，会打结，交通会打结。哦，你刚好去现场看过。哎，你跟我在那边看过中正工业园区啦。哦，我们去那边现看过，但是我们当时候现看不是现看这个啦。哦，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无啦？但是呢，只要加帕通，它一定会打结。那么我要讲的了哈，市长，哦。第二期我是希望说，能无缝接轨，因为 U 杆哈台一线嘛，市长，他搭到台一线嘛，因为今嘛哈，我跟你讲尖峰时段，只要讲我离永大路要去刚好三村国小要用20几分钟，将近半个钟头，哦，迄除了是讲吼，伊个啥，较平常时啊，较无车的时。吼，哦，较打10几分，但是呐，尖峰时段要用上差不多大约半个钟头。你即马加上加，你没有把它无缝接轨到台一线、大城、长城去。我跟你讲，后盖吼，一定出足大个命运，已经来交通打劫。所以呢，你来特别吼注意这点吼，哦。那个新修局长。这一点我跟议员做报告了哈，因为原来就是卡在这个跨过铁路，然后要进到那个两侧的地方，他遇到了工业区的问题。那所以最早公务局跟我们讨论比较可行的，如果说今天大城长城没有动的话，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南下北上全部并到竹林路那边的工业区去。那可是并到那边去的话，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台一线的部分，那些路口会变足挤，因为南下北上全部拢挤对遐，所以我嘛是各有研究，这个分叉的，讲北上就从大城长城、鸟松二街、鸟松一街那边穿出去，
那后来这个去跟大城长城拜托，那他也觉得，因为他工业区在那里，可能长期对地方也不是很好，那他也有意愿。那这样来拜访市长以后，市长也支持说，哎，其实你们这样反而对地方的解决交通，还有解决这一个工业区在这边可能长期会对地方的健康会有影响。那所以后来大城长城也同意，那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就是进到他工业区拆掉他部分的厂房，他都愿意接受这样的方案。好，谢谢。那表示你们都已经做努力了啦齁。啊，我想问满公这样子哦，要无缝接轨，我们的经费也要准备妥当啦齁。那来准备一下蛋啦齁，就是讲第一期做完哦，咱就需要接第二期落去做啊齁。我希望说齁，我们不要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啦齁，咱爱铁炸五红。来，我们现在看了，刚才我所要强调的就是哈，自强路它八米这边哈，这个区块都是那个林清工业区。后盖你家那开票了去，势必哈要从这边转到左转去工业区，加马西哈，哎打死结，交通会打死结。还有刚才我们讲的中正工业园区哈，哦对，中正路中正工业园区哈，你家哈我要讲。咱市长还有我们的都发局长哈，吴局长，还有我们现在呢担任我们的吴副市长哈，当时候的吴局长哈，说一声谢谢。这是呢，中正工业区所有的业者哈，拜托我爱甲您说多谢哦，因为呢，当时咱厕所的开辟只有一项而已，如果是一项，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哈来做出路，你知啦哈。今嘛，咱有规划哈，两项。哦、所以这点吼，伊知影讲吼，咱市长啊，咱市府团队有重视，所以呢，特别吼叫我今仔日爱甲恁说多谢，谢谢市长吼，还有我们的吴局长吼，还有两位吴局长啦吼，啊，现在是一位是吴副市长吼，感谢您吼。啊，下一页，他都要跟咱讲诶，交通打劫，你们爱来家，主要底下卡关系，交通打劫吼，现在我们在大湾。交流道就看到了嘛，我们上个月有到现场去那个会刊嘛，哈，今嘛，咱的重点来啊，哦，同车道我们要会，哦，高速公路右转，哦，就会快车道跟我们的基慢车道争道了，哦，这个也会有事故发生，哈，也有事故发生过，哈，阿哥，哦，你个无事故，你只要哈大车转弯。是不是我们这边车子就堵住了？啊，还有一点，我们的统联的出口离咱的路口上近只有10公尺而已，哦，所以这个部分都要解决哈。那时候我有那个特别提议，跟我们哈现场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副局长，他有到现场嘛哈，我有跟他讲，这个问题绝对要解决哦。怎么解决？咱先去跟统联拜托。吼、哦，是不是呢？伊出口哦，换一个所在的，找一个较适当的所在，莫伊一个出来哦，都吼挡道哦，堵道我们的机车道，即便是绿灯哦，机车道也不能吼、哦、通行。啊，还有几点，就是说，上一页我们这边有台糖的用地哦，我们台糖的用地，咱是不是呢？去甲台糖的拜托甲争取，是不是会当予咱无上半用，予咱做道路用地吼？哦啊，这个样子就可以多一道哦，专用的右转道哦。今嘛我就在道路，你那种设计工吼，专用的哦右转道，不是哈、哦、左转道才是专用，现在有专用的哦右转道。安尼吼，然后大车你出入哦，都袂交迄个机车小迄个相碰撞了嘛。哈、哦，这一点哈、哦、你要做努力。我让我讲完，我应该时间不够。还有要解决，还有一个方案，还有我们的回车道。我们的回车道哈，伤短，啊，搁有我去看腹地哈，有两线道会当处理，会当处理两线道。咱即马咧，离咱哈家是处理一线道尔哈，整个沿线都是一线道。好，我是希望哈，在这边如果高工局有把那个路权交给我们，我们赶快去执行做这个动作哈。义兄，是不是局长你也这么认同？感谢议员对大湾交流道周边交通的关心呢、啊。我想我们那上个月十号去看过现场，大概有6个结论。我现在简单的跟议员报告一下我们的进度了、哦、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复兴路26巷那边一个禁止回转，这个已经标志已经做完了。
然后那个大湾路1102巷，啊，那边我们那个号志的这个秒数也已经调好了。另外复兴路71巷禁止右转，这个都已经完成了。那现在正在做了2项，刚刚议员有谈到，第一个就是我们复兴路要从西向东要北上高速公路，这个右转专用道非常重要，我们在月底之前就会有先做把它完成。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回转道，目前只有一个车道，的确是不够。那我们已经协调好了，高工局也同意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做布设。那我们在月底之前会完成2个车道，这回转道也会有2个车道。好，谢谢。那最后一点就是统联了哈，统联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正在跟他协调，那我们希望最近呢会有结果。好，谢谢局长你的努力哈，感谢你加这。因为时间上不够了啦，哈，来，我大致上哈，我这些那个水的系统，我还是要问一下啦，哈，彭局长，这是什么？应该是污水下水道的干管的推进工程。好，对，污水下水道哈，整个系统的工程，然后，你家我要给你做几个建言，然后，因为时间上也不够了，咱有看到哈，咱钢顶的白，你家嘛哈，这个除了就是走路哈，吊钢我过甲看，较看有。哦，阿伯是看无，我是希望市那个市长的责政啦吼，那你当换一个方式，我们签布条，吼，是不是呢？把咱吼竣工的时间也标上去，哦，让那个用路人吼，那怎样讲尖峰时段，我袂当行对家，伊也当一锤，也替代道路，这样也减少哦那个行车吼。行车人的那个一些民怨啦吼，我相信你家的工程你做，接到足侪民怨。哈，做在空余耶哈，还有我们可以下一些标语，比较温馨的标语哦。哎，当请求下面，为了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哦，请支持我们下水道系统的工程。好，哦，祝哦大家行车平安，这个也很温馨呐哈。这买当工，哦，大家怎样工哦？市长现在哈，在做这个哈工程这个德政，哈，让市民也知道。哈，下一页。这个是我，哦 ，OK， 好，来，这个你知道什么情形吗？哈，这个地方我们探讨很久了，就是永大路三段跟埔盛街口淹水的情形，信不信呢？局长，你找到凶手了没有？我今麦要特别讲，是咱要讲遮啦，哈。是。遇水必淹，它是遇水必淹，不是急火开淹哦，哈，是小火的淹吗？哈，我们看到哈，这都冒起来。哦，头啊像诶吼，涌泉安尼吼，喷泉安尼吼，哦，拢伊伫用雾诶，啊，伊个会加雷啊装，哦，是毋是六锤着弯胸啊？好，我们下一张图，那个局长也让你看一下，哦，家有出啥物问题？跟一座做一个报告，就是我们有分短期跟中期的改善，短期的部分我们赶快跟公所。好，那个不要讲说短期、中期，我是甲你讲，你够有知影这个问题，因为我要甲你讲，这是你六单话前民国99年哈，因为我甲你讲，社区排水都没有连接，甚至永大路哦，永大路吼，你像我服务处那边都无连接过我对面乡啊嘛哈。对。哦，所以呢，你了一翻两瞪眼啦哈，你遮走你的排水，遐走遐的排水啦哈，根本都拢无连接过 H 干线，没有连接到龙中中排、龙中中排。哦，所以你这点我要改，又可 OK？ 你听我讲，因为我时间不够了。好，我们又横躺，我们直躺着，那来追供，主来追供，这个主来追供哈。伊会讲阿弥陀讲有2公尺，有2公尺这么宽，所以我们当时候的水是走三面，因为我有偷经费回来做了，因为淹水淹到足厉害，无法度哦，公所伊设计安尼，但是我也专业，我也尊重专业，但是呢，水走两当年，这4年每一年一年比一年的严重哦，所以我讲哎，这个是元凶之一，你知影哦？来下一页，好，那么我要跟你讲。哦，这是吼、哦，遐有伤痕。其实，应大路有一条伤痕，就是你路一中，哦，就是在我们分隔岛的下面。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这个问题。来，这是哦，这个相片哦，这是无淹水，水已经吼、哦、8、9分满啦。所以吼、哦，一旦公司整个永大路三段在吼、哦、离迄个水尾，都已经吼、哦。拢水规个水吼，拢一堆只，拢已经走向，拢走来哩啊、靠近
就是迄个我们永大路三段就在全联前面哦，这个商行，这个商行我要搁特别跟你讲一个哦，它有20米是凹陷的，是凹槽的，这个凹槽等于那像迄个蓄水池咁款，所以你讲诶，冰箱需要特别高温嘛？哦，我跟你讲，那个北往南，照你讲是吼，水尾爱捡对水尾出去嘛，爱捡对交青大白，是安那个捡倒转来，因为伊要走龙中哦，龙中一路龙中中白哦，是不是这样子？但是遐有凹槽，这个点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是最近我才知道。我是希望讲给你听，然后我们一并解决。下一页，好。这个是我们目前明年要施工的工程，做两边的雪糕 ，OK。再给一分钟。好，做主公路吼，再上行，这个是没有问题 ，OK。这个我支持，但是呢，我李家要讲吼，给你提出几点。我们晋江街诶，是不是那个上一页？咱晋江，咱的中山北路吼，咱中山北路这条，这一条嘛是无上行，长久以来，独立计时代到今嘛。哦，一直拢是七高，所以我们这边势必也要改善哦，因为这个钢筋块一定落啊，你一定爱做，袂使无做，连同这边都一起做。哈、哦，好，下一页。我们会再增加相关的经费。OK， 好，下一页。正强街跟自强街、自强路口，钢块还是很躺着，一个追来追攻，伊有1.5公尺。所以你讲那提经费，那迄个嘛是定金已经500几万，流标18届啊嘛。哦，现在还是有没有办法解决嘛？有，你有增加预算哈？我要求你有增加预算，但你给我几分钟，主席。好。我是感觉讲，根本解决这个排水，因为呢，伊横塘里遐，你看这水根本都无法多人过来。我跟你讲哦，它是不通的哦，它没有空间哦。伊即摆起哩吼，都急配啊，都屁油啊！哦，啊，我跟你讲，我知道为什么厂商无人敢去标，因为呢，这个讲是钢管，钢管伊是吼，伊个啥，伊个钢模色哦，还是螺丝对螺丝哦，只要讲它现在不动的话，哦，它就不会震动了，这个管就不会震动，也不会爆裂。但是，一旦加价的吼。一路路面凹开，有可能震动，有可能这个水管就会爆掉哦，爆掉它的严重性是非常大，所以呢，无超雄加一标，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即便是今天你增加了300万，总共是800多万，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是刚刚讲，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解决。是，我们现在就是有在协调，就是是不是自来水公司把它做一个牵管哈、哦？那这样子让再给局长声音。就是让他做一个管线的这个迁移啊，那埋深一点，那我们可以从上面施作。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研究过，现在就朝这个方向跟水公司在协调他迁移。自来水公司，对对，是是是是是是。好好。来，市长，请答复。来给邱平议员。市长，你在我们永康治水的工程做了很多，发了很多的经费，这点我按给你做感谢。但是社区的排水，还有一些主干道的排水，拢是无法度解决，是因为管迁的问题。我希望是朝着管迁的方向，吼、哦、去做努力。啊，还有一点，你过去跟我讲，阮区长。哦、我有跟你问区长，你是安那任用伊的？你甲我讲，伊是地质专家，刚好也是你要找的人才。我想要请教你，伊到底和你做什么建言，还是什么禁言？我跟你讲，这些区块都在他的施工所旁边，他不闻不问。我爱跟你去找原因，我爱跟你去探讨。哎、欸，我唔是专家呢，市长。是迄、那个。是不是你请区长？在治水这个方面多琢磨琢磨一点。好，那个等，给市长声音一下。我跟你说明一下哈、哦，第一个就是讲，咱这几年来打拼，简单讲是把外水给它围堵在外面了，阻隔在外面，就是河川不再泛滥啊。比方过去咱咸水溪也是淹洪大排，水也溢过来，这几年来都没有了。啊，咱即摆咧淹水的所在，就是你讲的，就是内水。
造成的淹水。那内水为什么会淹水呢？就是你他讲的哈，就是讲那个雨水下水道哦，也是里面的这个箱涵社区里面的这个水路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啊，这个就是目前水利局跟市政府积极在寻求，包括水利署还有营建署协助的地方。那我们一定会一步一步把它解决。啊，再来就是说，这个王区长其实他是非常专业的，可能这个地方因为你非常关心，否则他在整个治水的执行力方面跟建言是做了很多，我们是应该肯定他。嘿，是。有了，因为他是区长，在体制内，我们在开会常常开会，他其实是非常专业的，也非常认真，这一点我们要肯定他。好，谢谢陈议员，谢谢。好，谢谢我们陈秋平议员所做的市政总质询。我们今天上午的市政总质询就到此结束。那谢谢市长率领的市府团队，也谢谢媒体好朋友的热情采访，谢谢大家。